老师，外面冷，快上车。嗯。咦，你咋肿成这了？昨晚没睡好吗？啊，老师，我昨晚真的太紧张了。平常心，后面有咖啡自己拿。嗯，漂亮，来闭眼。来，快，我带你活动一下。好，走，整个腰放松，甩起来。再转一个，别使劲儿，放松。老师，你不会来姨妈了吧？好像是，我就算到你这两天会来。快去把这个自由点益生菌卫生巾换上，它添加了几百万女性益生菌，调节菌群平衡，有助于咱们经期健康，不仅薄，吸收也很快，像你们跳剧目有大动作也不会侧漏了。来姨妈了，更要照顾好自己啊！谢谢老师。哎，你是不是戴美瞳了？小直径的，摘了去啊。做技巧前记得踩水，急性就按我给你教的模板套啊，自由点给你塞包里了。我记住了，来，手伸出来。好，进去吧。老师，那我进去了。哎，你别那样笑，丑死了。露齿，加油啊！好的老师就像一道光，点亮理想，照亮成长。